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祝你每一位圣诞快乐！感谢主丰盛的恩典，搁一摆带领咱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伊。这时，咱来撒甲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甲第六节来宣告。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甲第六节，第二节，伫黑暗中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行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因，因为有一个儿婴为咱而生，有一个子受赐予咱，掌权的确搭伫伊的柜头顶，伊的名称作奇妙、赤书、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咱三甲祈求主的面，遮大家人阿头，咱来三甲祈祷。真爱的天父，你是不离不弃的上帝，阮因着你无穷无尽的慈爱来感谢俄罗斯。今仔日阮找你蒙恩的儿女，拢是接着以马内利耶稣基督，阮的救主。其实阮无配得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因为阮的心是满有污秽，各有该己的恶相，有时阵因为该己的罪孽而跌倒。求主怜悯洁净阮的心思意念，予阮伫你的面前蒙接纳。主啊，感谢你这派主耶稣基督，予阮对罪中得着救赎，予阮得着赦免，予阮知影要怎样行伫你所喜悦的道路，予阮盼望伫天顶甲你享受永生。当阮迎起救主降临的时阵，阮要纪念你是信实的上帝。阮是无忠的人，总是主你以恩典款待阮，离开宝座前谦卑来世，为着要来恢复你甲万民的关系。阮现在要宣告，独独圣经耶稣基督有法通予阮的心正做公义的。今仔日敬拜的时阵，阮将阮的一切交托予你的手中，求你此时此刻加使阮敬畏你，予你的话语藏伫阮的心内，予你的话百倍千倍来结出好的果子，予阮所做的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救主，安尼祈祷，安尼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兄弟姊妹，遮济，咱即时来用诗歌来阿罗咱的上帝。来撒个盐，车来车来伊妈瑞的，小鬼的伊些假的事，爱痛过大的苦就说，地高兄弟相。
来撒个盐，对烟要来，我是水果相信，我心求主降临，一命也所尽心，这地别做来，这地不停把地。抓棒子心温柔主笔棒子起的硬币不好起平静求我念清气有我心完美，成就人的形象，传播新的启示，好听的奥秘，在各国他修习，那我明白自由拥有。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上帝的话安尼讲：忽然有一个大队天兵，甲迄个希赛俄罗上帝讲。在奇怪的所在，应要归乎上帝；在地顶平安，归乎伊所喜悦的人。这是主的话，愿上帝祝福伊的话。这时是讲道的时刻，真欢喜有邀者带文天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传信息，使大家人陪伴咱的心。用敬来领受主的话语。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圣诞快乐！圣诞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因为这日就是要纪念咱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那无有耶稣基督的多加热心，就无救恩，无救恩，咱犹原也搁伫罪中，甲上帝隔绝。当然，咱就无法当伫这个所在，三合来敬拜上帝，三合来欢喜快乐。所以，咱应该要来感谢俄罗咱的上帝。有人讲，圣诞是咱回忆的时阵 ，Christmas is a time to remember。是的，咱要来思想主的诞生，思想主的疼。今仔日早起，咱要三合倒活到2000多年前，伫伯利恒的这个野地来，当天使将这个番呀大番呀重要的信息，保护当岁时的几个各样人了后，圣经讲忽然间有一大队的天兵。甲彼位天使俄罗上帝讲，伫至贵的所在，荣耀归乎上帝；伫地上，平安归乎伊所喜悦的人。伫遮，咱会看到伫天顶有荣耀，伫地上有平安。荣耀是归乎上帝，平安是归乎上帝所喜悦的人。是的，耶稣诞生的时阵，有荣耀，也有平安。什么是荣耀呢？荣耀基本的含义，就是因为有好的名声，而得到尊敬；有好的名声，而得到尊敬。在圣经中，荣耀是指着上帝的本性来讲的，以及伊向世间人显现的行为，伊的作为。另外一方面呢，荣耀也是人对上帝迄款的敬拜，迄款的俄罗，迄款的崇赞。上帝本身就是荣耀的，也因着上帝的作为，人就将这个荣耀归乎伊。所以，咱有法通讲，只有上帝才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带来了在天顶地顶的受造物对上帝的俄罗来荣耀主。当看圣经的时阵，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3节，伊讲有一大队的天兵甲天使，干呐俄罗上帝。也看到20节的时阵，也就讲，各样的人就归荣耀乎上帝，俄罗伊。到28节，讲到西面，伊伫圣殿的时阵，拄着耶稣的父母来，将耶稣和囡仔的耶稣带到圣殿的时阵，圣经讲西面就用手指伊来，颂赞上帝。也看到38节，讲到女先知阿那。伊伫圣殿内面，伊看到这个囡仔，伊就干呐，称谢上帝，将这个囡仔的代志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讲。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和人甲天使拢将荣耀归乎天顶的父上帝。刚才咱爱问。看哪子，咱那着将荣耀归乎上帝呢？啊，咱有法通看到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的本性，咱着荣耀伊，因为伊就是上帝，所以咱应该荣耀伊。但是真可惜，人对犯罪了后，就无个再将荣耀归乎上帝。甚至在罗马书第一章21节安尼讲，因虽然知影上帝，却无当作上帝来荣耀伊，也无感谢伊。是的，人犯罪就家己爱得到荣耀，无要将荣耀归乎上帝。所以头一个原因，因为伊就是上帝，伊的性质，也是讲伊的本性，咱就荣耀伊。第二，
因为上帝的作为，咱荣耀伊。上帝实在是美好，伊予人有真多的好处，有真多的恩惠，有真多的福气。在这个圣诞节的时阵，我相信你收到真多的礼物，你先收到真多好的物件。如果咱好好去想，这一切拢是对上帝来的。嗯，那那咱对得到这礼物，甚至因为伊奇妙的作为，伊在咱的心上所做，咱荣耀伊。在圣经，咱看到各样的人，因为耶稣多情热心，真多因的救主的时阵，因欢喜，因就伫遐来荣耀上帝。所以咱得到上帝救恩的人，咱也着伫咱的生命当中，常常来荣耀伊。当咱坐落来，咱安静伫上帝面头前，咱来算看卖，咱来思想上帝恩典怎临到你的心上，相信咱每一个人一定会发出欢喜快乐荣耀上帝的声音。我记得当我要读神学的时阵，上帝伫遐来呼召我，因为我真无爱，所以甲上帝啊，用差不多两个月日的时间，甲伊祈祷，哦，甲伊讨价还价，讲上帝啊，你叫别人了啦，我会做你侍奉你。但是上帝讲，我要呼召你，我要你全世界、全时间奉献。所以落尾我就复活了啦。当我复活了的时阵，我的心充满喜乐，知影我这款的人，上帝有法通应。所以我就真啊，你们依爱，还是赶紧讲说，我要去读神学。但是唔知干呐，我无法通伫迄年来读神学。我甲阮老老爸讲，阮爸母无问题，但是我的头家却无要帮人。我的头家讲，你袂做你行，因为你要找一个人来替你。迄时阵我就祈祷，我上帝是不是我就是？因凭着信心行出来呢，上帝讲无，你就听候，所以我就听候，听候了一年的时间。啊，我有时阵未明白，讲上帝啊，我就要去读神学咯，看哪那无法的。但是上帝伊有伊美好的带领，所以伫啊，经过差不多几半年了后，我听讲阮教会一个长老啊，就讲啊，你要读神学，你是不是有爱去台湾读神学啊？那时候我没想到要出国读神学，但是上帝就按下让我开路。经过考试的时候，虽然很艰苦，我不知道会信还没信，但是上帝让我会信，所以我去到台湾。当我去到台湾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在台湾读神学必须要用国语，我认为说我的国语不错，因为我如果在看南洋亚戏，我也还是听有，但是我到那台湾的时阵啊，拜六下晡到，拜日早起，我一个啊同学，伊就夹我去礼拜，夹我去一间教会礼拜。当我伫遐坐伫遐，牧师开始讲道的时阵啊，忽然间，我讲我哪听无伊咧讲啥？伊是咧讲国语吧？啊，那我哪听无啊？所以从头到尾伊讲的时阵，我有听有25%无。啊！我真暗，我倒来时阵，我讲我要怎啊？安怎读册啊？我国语都袂晓听。然后隔日拜一是阮新生的一个啊，有一个欢乐会，我就伫遐参加。但是因咧剃头的时阵，因讲真侪会做国语，我去听无啊，所以我真灰心啊。我倒去暗倒去啊，到房咧，伫我床咧要困的时阵，我流目屎。我真是流目屎，我跟上帝讲：“上帝，你那带来带我来到这所在，我不要听半项。”但是上帝跟我讲：“袂，是我带你来。”所以我就用信心按下啊来跟主讲：“主啊，既然是安尼，你就帮助我，让我明白。”然后我的姨娘是浙江人，伊的国语啊实在是真艰苦听，但是感谢主，也无一个日咧。我就有法通听伊的国语，
伫咧驾车的时阵，我拢听。上帝恩典实在是大量，也过也多有我通讲的。我相信伫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的恩手怎大量你，伊怎啊伫你生命当中有奇妙的作为。我相信你若好好去想，你同款会发出阿罗的声。那咱应该就阿罗上帝，咱就怎样才叫做荣耀上帝呢？其实咱有人借着咱的话语，借着咱的祈祷，借着诗歌来阿罗咱的上帝。但是更加重要，咱的一举一动，就是讲咱的生活方式，咱日常的行为来荣耀伊。咱看到主耶稣基督，伊一生。以顺服天父的旨意来荣耀上帝。咱若看出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信徒，因怎样荣耀上帝呢？因彼此相听来荣耀上帝。相反，离我现主时，咱伫这个21世纪做信徒的，尤其现主时，咱拄着这个疫情。互人真艰苦，互人的心真惊吓的时阵，咱就要荣耀上帝呢。咱就用坚固的信心来荣耀上帝，无需要惊吓，靠着上帝奔跑头面前的道路，安尼咱就荣耀主。上帝将咱摕伫一个自由的国家，咱有法通来敬拜上帝，所以咱应该好好为主来活。咱有法通伫日常生活，将主耶稣基督伊的疼来互人知影。当人看到咱的一举一动，当人甲咱讲话的时阵，才听到咱的言语。咱做代志的原则，咱对上帝的顺服，彼此相听的心，咱就有法通来荣耀上帝。互世间人看到的时阵，因会知影，咱甲因无相像。虽然因可能也阁未认捌上帝，但是因看到咱的行为的时阵，因也有法通将荣耀归乎上帝。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互咱有法通过一个荣耀上帝的一生。是的，伫圣诞节的时阵有荣耀，唔然若有荣耀，圣经甲人讲啥物啊？也有平安，耶稣基督将上帝的平安带到人间来。平安，有法通翻译做什么？和平，还是叫做和睦。在以赛亚书9:6讲，因为有一位婴为咱而生，有一个子赐予咱。尽管跌下打在伊的肩头顶面，伊的名要称作奇妙的赤书，全能的上帝，应在一边和平的君，伊是一位和平的君，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带来和平，也是叫做和睦的三方面。第一，和人甲上帝和睦，和人甲上帝和好。原来，当人犯罪堕落了后，人甲上帝隔绝，人就甲上帝为敌。人因为无信，因为无顺服上帝，咱就伫遐来顶撞上帝。上帝讲的，咱无要听，咱愿在做咱爱做的代志，互伊的心安遐真艰苦。因着做人。不但唔肯亲近上帝，也无法通亲近上帝。罗马书8:7安尼讲：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以上帝为受敌，因为未服上帝律法，也未话；因为无愿意服上帝律法，也是未话。人。无要服上帝律法的时阵，人离开上帝的时阵，就行到什么死亡的道路顶面。圣经甲人讲，罪人
咱罪人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中，但是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咱就有法跟上帝和好，得到平安。所以咱唔通能跟上帝和好。第二方面，咱有法跟人和好，有平安，有和平。其实和平是人类有史以来人所追求的。根据统计，对开始有历史的记录以来，只有8%的时间才有和平。所以在3521年中间，只有286年才有和平。最近的100年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主时，人看到世界有真多的国家拢有战乱的代志，国家甲国家是安尼来竞争，民来攻破民，唔然啊安尼，人看到人甲人之间常常有无和睦的代志发生，看下子。人甲人那无法能和好，定定有代志呢。因为罪的缘故，因为有罪的缘故，这是因为咱内面有一个自我，就是讲这个我，这个我底下咧作祟。哦，这个我是真骄傲的。你看咱人哩啊，我怎啊写？哦，看咱像一个人坐底下，伊的手伸出来啊。然后伊脚骨翘起来啊，讲这就是我，所以是真骄傲的。你若看英文啊，我是什么啊 ？I 啊 ，I 啊，真趣味啊！你若伫一句内面啊，通常伫头一字出现的时阵啊，你再用什么大写来写呀？除非伊是一个名词，但是我唔是名词啊，我是一个代名词啊。但是我真特别啊，因为噶无论伊是一个一句的开始啊，还是中头啊，还是伫落尾啊，伊拢是什么啊？大写呀，意思什么啊？我真重要。人因为伊的，因为感觉家己重要啊，自私自利，所以人甲人啊，常常无法通和睦相处。有时阵能看到好的朋友，干呐，反目成仇啊。变做啊冤家啊，咱若看到为三甲做生理啊，然后冤家啊，第一艰苦是咩啊？就是咱看到为家庭啊，爸母甲兄弟安遐无和睦啊，兄弟姊妹无和睦啊，甚至到我到法庭遐来杀过，干啊？因为人的心有罪恶。人会自我，人会贪心。即跩唔单单是也未信主的人是安尼啊，就是真侪基督徒啊，也是相关。但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啊，何咱唔单单甲上帝和好啊，何咱有法通甲别人和好？既然主已经将咱一切的罪拢白白的赦免了，上帝。也予咱经历到伊的疼，难道咱就无法通赦免得罪咱的人吗？难道咱就无法通甲别人和好吗？当然，当咱苦家己的时阵，咱是无办法的。但是感谢主，因为圣灵的疼浇灌伫咱的心中，予咱有法通疼别人，有法通赦免别人。罗马书12:8，伊讲上帝予咱，咱看到上帝予咱一个命令啊。伊讲啥？若是会行，总着尽力甲众人和睦。罗马书14:19安尼讲，所以咱应该着啊，追求和睦的代志，甲彼此建立德行的代志。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予人有法通甲人和好，有法通用干呐，用疼来包容彼此赦免，彼此接纳。第三，
和咱甲家己好好。一方面，咱甲上帝好好；第二方面，咱甲人好好；第三方面，和咱家己甲家己好好。他们说：“你讲牧师啊，你什么叫做家己甲家己好好啊？我真听我家己啊。”其实，家己甲家己好好，就是讲在咱的心中得到平安，咱的良心无搁再恐吓咱。并且这款的平安，因为是对顶面来的，就无受外在变迁啊所影响。圣经中用了这个名词来形容这款的平安，是什么呢？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赢过环境的平安。无论咱拄着什么逆境，咱知影上帝有缘甲咱三个地带，因为安尼，咱就有法通得到一款超人、超人的平安。我读到啊，伫《风魔甘泉》啊，十月二十日，哦，有讲到有一个所在，讲伫海洋一点深的一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啊，是一个真顶的所在啊。人称伊做啥物啊？叫做海电桥啊，海咧电的桥啊。干啊，因为无论这个海的顶面啊、的外面啊、的海浪偌大，无论伊的风偌大，但是伫这个海电桥的所在啊，未受到一点啊的搅扰啊，一点啊的叮当拢无。怎啊知影呢？因为就对迄个所在海底内面啊，所推起来啊，一个动物甲植物啊的遗迹啊，有法通互咱证明啊。讲一跩物件伫沉伫这个所在的海底啊，几百年啊，从来无受到任何的摇动。上帝的平安啊，就亲像这个海电石的平安啊，是永久。的平安啊，是伫人的心处啊，最底深的所在啊，是外面的困难，甲无论啥物物件所发生啊，无法通来摇动咱啊，所以咱有法通享受这款的平安。这款的平安，人无法伫咧祈求啊，但是找无。有一个人，有一个作者。伊写一本册啊，叫做什么 ？Don't worry, be happy。哦，唔通担心，你只要快乐啊。所以伊写一本册啊，真侪人去读啊，真侪人去买啊。因为干啊，人生活当中啊，有真侪忧虑的代志啊。伊讲你免忧虑啊，你就是欢喜啊，哦，会让人快乐啊。所以爱来看卖啊，看这个作家伊写什么秘诀啊，互人有法通过着快乐的生活。但是无多久啊，就发现啊，这位作者伊干啊，伊自杀啊，干啊自杀啊，证明伊心内面无平安。虽然伊有法通写偌好啊，但是伊做袂到。干啊，因为人无法通伫世上啊来找着平安，只有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啊，才有法通找着真正的平安。所以伫圣诞节。到的时阵啊，咱就更加做会安静伫主的面头前，咱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伊的诞生，带来盼望，因为伊带来平安，带来荣耀。安尼啊，当咱有法通伫主得到这位主的时阵，咱就有法通得到力量，加新的一年。咱有法通有上帝亲自要来引传咱每一个人来行头面前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已经诞生了，伊带来荣耀，带来平安。请问，在你心中，在你生活中间，你有得到一位主耶稣基督？伊咧听候，你有法通用信心来领受。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
咱阿头三合来祈祷。天父上帝，当阮在庆祝圣诞节的时阵，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是的，在天顶有荣耀，在地上平安归乎伊所喜悦的人。主啊，当阮愿意俯伏到主你的面头前，接受你做阮个人的救主，你就要来赦免阮的罪，将主你的荣耀，将你的平安赏赐予阮。安尼，阮就有法通面对新的一年。虽然阮毋知影新的一年到底会怎样，但是有你的引导，阮有法通向前奔跑。愿主你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愿意相信你。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Yeah.